据台湾媒体报道，35岁的余文乐与16岁的台湾模特王唐云交往一年多，日前曾松口想婚，但工作太忙。不过言谈间已经把女方视为真命天女，他中秋节才与女友在香港约会，上周六7日与爸妈现身台北街头，被曝此次赴台是为了让双方父母见面，向王唐云提亲。对于提亲传闻，王唐云经纪人表示，目前小两口感情很幸福很甜蜜，但还没有到要结婚的阶段，男方要带父母来台湾，公司事先就知道，但双方家人是否有见面互动则是艺人私下的活动，公司完全不会过问，所以并不知情。余文乐对过往感情低调，这次恋情曝光后大方认爱，9月份还与王唐云和家人到英国旅游，国内约会的同框照也被拍到不少。而王唐云是台湾皮件公司亚美集团总裁王东升的千金，日前亚美集团因积欠债务，公司名下位于台中的四户豪宅遭台中地院法拍，债务问题是否会影响小两口婚事进展不得而知。